个里面都是，然后那边。这边有个说话的，他就是知道在外面跟人讲话，打电话完之后在外面跟人讲，他就不会再说话。反正不想一定要在外面再讲，耽误。门关起来之后一定要等我消息。嗯。打开之后一定要等我讲，还会有铃声。然后还有这边。不行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应该发一个求救的警报到楼下的警卫室，然后警卫就会上来关机，然后应该发一个求救警报讯号。然后登场之后，按1、2、3，这到时候说明手册都会。OK。然后这边有时间看，它是连到楼下一楼电视机的画面。啊，至于是哪几只的话，要等以后这边管委成立，他们去决定要怎么看哪几只。他直接帮我装上。年轻人就说来，他们就有空，免费。然后红的话。然后像这样统一票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那我换一下。那左边的话是电话上去，然后就是正反。那换一下吗？那叫。那换左边。正常的电话端，好，电话出来吧，差一点点，装的。你看梁里面都是啊，那个缝隙里面都是。对啊。调要压紧，它才有这个效果。啊，你这个没有调整好，就变成会晃，这样子完全没有用。关起来，理论这个门是拉不动的。嗯，要压紧了，确实这个才 OK。就像夹链带，真的，一坨塑料袋掉在下面。哇，水会动啊。